好，来一个 demos， 还是 tens 的 ，escnds， 保存一下 demos。好，出现这个不同名变量和同名变量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，咱们第一个父类 class father f a t h e r， father， 那 father 里面有一个叫做 int number 一等于十，然后呢再来一个 class son， 然后呢继承了这个 father f a t h e r， 然后呢它这里面也有一个变量叫做 int number 二等于的是二十。然后再有个方法叫 public void print 方法 print 方法。然后在这里面我干嘛呢，要打印一下 system.out.println number 一，然后呢 system.out.println， 然后呢来一个 number 二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创建这个儿子的对象。好 ，son s 就等于 new son。然后来一个 s 点 print， 来编译运行，大家看十二十没问题吧？哎，这是不同名的变量，子父类出现不同名的变量，那我就把两个变量都进行了一次输出，这是 OK 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，子父类出现了同名的变量，父类里面呢也有一个 int number 二等于的是30。那么现在我问的是，我们输出这个结果啊，那么 number 一这个不用去猜，因为只有一个 number 一，对不对？那输出结果肯定是谁？是不是肯定是十啊？现在呢，我们有一个 number 二 ，number 二父类有一个30，子类有一个20，那问输出的结果到底是30还是20？大家猜一猜，这个呢是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多少啊？好，我相信有同学已经猜对了啊。我来编一下，编译运行，大家看多少？十二十，为什么不是30啊？为什么没有输出这个30啊？对，你说对了啊，它叫做就近原则。我子类有，我就不用什么了，是不用父类的了。就近原则，就近原则，子类有就不用父类的了，这能明白吧？哎，子类有我就不用父类的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只是我们在讲课中举这样的例子啊，就是子父类出现了同名的变量，子父类出现同名的变量，只是在讲课中举例子，有在开发中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啊，子为什么继承父？子继承父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使用父类的东西啊？那你父类中都有 number 二了，你自己还定一个干嘛呀？明白这话意思吧？哎，好，那么子类继承父类就是为了使用父类的成员，哎，无论是成员变量还是成员方法，就是为了使用父类成员。那么如果定义了同名的成员变量，哎，没有意义了。听懂这话意思吧？就是父类已经定义完了，你子类就拿过来用就可以了，不用想着说你非得这个再自己再定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有同学说了，说老师，那你父类私有的呢？刚才咱们不说了吗？如果父类私有的话，是不是肯定要提供 set get 方法呀？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获取到它的 set 方法去修改值，然后获取它的 get 方法去拿到这个值啊？能明白吗？好，那么这就是不同名变量和这个同名变量啊。好，这个知识点呢，咱们在这保存一下。